张家辉、彭于晏重现男男吻，感谢马王基站另类宣传。他很大胆啊，把我整个嘴巴都含着。不是吧，影帝张家辉跟彭于晏怎么这么暧昧啊？有没有亲下去啊，像电影那样啊？对呀、啊，再走起来点点，他们两人因合拍激战，一起练肌肉，培养出革命情感。今天和导演与其他演员出席记者会，当场比腕力。1、2、3！来真的，来真的，来真的！加油加油！好，师傅要决胜哦，要决胜哦。嗯，算了。这对师徒感情真的很好，然后跟师傅拍戏就是很舒服。你是说亲吻的那一集？啊，对不对？那时候一看就，如果大家看过，那很自然。彭越的嘴唇还软吗？男生始终的嘴唇，我觉得都是硬硬的，那些口水都是很奇怪的。哎呦，你还有听吃了他口水哈、哦？他很大胆啊。把我整个嘴巴都含着，再讲下去就歪掉了。是说激战香港票房已经突破4000万港币，人气抢抢棍嘞。真的有感受到那个 AD 每次出来的时候，真的有很多女孩子在追逐的。其实我见到他，我只是安慰他。其实女生还是我比较多，他就是男的比较多。那天刚来的时候，你遇到国内现在正在激战的那些？我自己不太清楚，但是如果有其他事情能帮助我们宣传的，我要对他们说一声谢谢。就连肖像女主角李心巧来台时，都刚好与话题人物同班机。王金平哈，哎，这样虽然多丢一，同一班飞机有没有吓一跳？很多媒体对不对？对。哦，你以为大家来接你吗？哈、哦，没有没有。苹果娱乐 online， 我们给予这句话：打不到的人生送给王院长，祝你。报道。